有点恐怖，第一次坐会有点恐怖。对啊，因为它会有抖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又拍上去。今天风应该不大吧？不大了，小秘书都没有动。你要跟他走，两个牵手拍一下。我不要动。啊，你过去啊。啊，再晃了，我不要动。啊，你过去了。我不要动。快点。我坐前方，我刚。哎，我坐国外的缆车都没那么怕，因为这个缆车太小了。因为它是单臂的、啊。对啦，我坐国外那个是可以坐三十个人的那一种。坐起来。过来这里，来这里，不要怕，来这里，还是你要去那里？不要来拍他们就好。大古不怕吗？大古熊，你要保护熊宝啊！哇。